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记》统中原的一个无双版，咱们来看一个闭关羽。这个呢是当时打的一期叫做闭关羽的一个禁腰带通关啊，这个还是比较略坑的。虽然说呢难度不高，打的是下必击难啊，但是的话呢，这种禁腰带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人物的输出本来就不打地儿，先把腰带一禁啊，更加显得这个人物呢有点小弱啊。之后呢，我是当时前面这个禁腰带影响不大，都无所谓啊。从这个位置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些的影响。所以说呢，我这里是选择从这个位置呢开始给各位做，前面的话呢就那么地儿了啊。之后呢，这个分数呢我是奔着5亿打的。当时的话呢，计划呢就是打一个5亿的分数啊，这样的话5亿可以让我的攻击力呢多少上那么一个小台阶是吧？虽然说呢不是太高啊提升，但是呢有点提升就好。之后呢，这里闭关羽这个人物呢，可能用起来还凑合吧，只能说。伤害呢不是特别爆表，但是呢也不算是所有角色里边最低的啊。之后的话呢，连招呢也是比较容易。超必杀48的必杀呢，伤害极低，但是呢有一个控制效果，而且呢能在后续连断啊，这也算是这个人物比较不错的几个优势了。之后这个人物再优势就没什么了，再优势可能说加气快啊，因为他的连断呢动不动就20-30连。啊，30连也能上不了，动不动就20连左右啊。所以说呢，这个人物加气呢可能会略快一点啊。之后呢，咱们这里是说话唠嗑期间呢，依靠必杀加0033的这个小连段拿下了这个曹彰。之后呢，剩一个曹丕呢也就随意搞定了。之后呢，我背面存的道具呢依然是平时在这个教学素材里呢教各位的那一些，只不过呢多了一个吕布，因为不能拿腰带嘛，不能拿腰带的话呢省了一个腰带的格子，所以说呢我把腰带的格子拿来捡一个吕布，身上呢应该还是那些什么头盔啊，不头盔去了，这个衣服，然后还有啥啊，衣服没了，然后道具的话呢是几大令牌，武神令、司马令、沙漠河令、吕布令啊，这四个令牌带一个大印，这就是5个格、6个格的。然后小九，还有这个那啥，还有这个还有啥？还有青桃树啊，正好8个格。然后呢，正面道具呢也是那些啊，这不用再叙述了是吧？其他道具，动物树、张小金、张灵剑、隐身衣啊，然后呢飞盘、毒气、骑手道具，然后九阶杖、打最后的双 boss， 以及这个谁？啊，以及这个时间器啊，来保自己不死啊。那咱们这里继续啊，这个地方呢我是选择了一个沙漠科啊，因为呢这个关羽的群战能力非常的弱啊，通过前面的双 boss 你应该能看出来是吧。那么呢这里呢一个 boss 带5-6个小兵啊，那样的话呢把关羽这个弱点呢显示的更加明显，所以说呢这个地儿呢我就来了一个沙漠科啊，来了一个沙漠科。前面呢我是一共6个沙漠科，用了俩，打刘备用了一个，打这个孙权用了一个啊。之后呢这个还有4个，这里先用一个后边再说。然后这位置呢被这个孟获来了个冲顶，但是不要紧啊，是咱们的直接啊，甚至陆逊不在啊，孟获一个连招，因为这个野陆逊的话呢他比较呆萌啊，他会四处乱走四处乱跳，所以说的话呢不足为惧啊。但是你看这个野孟获他就很猛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把优先的击杀目标放到这个野孟获身上。最后啊，这个搞定，还有最后一批 boss 啊，这个魏延领队，魏延领队的这个各种怪怪，我打了一个活粉草叶，活粉草叶的这个伤害呢，比起这个48那个叫狂龙玄武啊，比起那个伤害高多了，只不过呢这个狂龙玄武的控制效果更好。这个地儿呢有一个抽奖，但是没什么用了。我的身上，哎，我的那个小酒呢？我没有小酒啊。那好吧，这里是一个小酒都没有啊，是大酒啊。那咱们来看啊，这个地方呢，我依然选择一个司马。虽然说呢没有这个腰带，司马令们的这个伤害呢略低，但是呢，怎么说呢？这玩意儿稳呐，你看是吧？这个只要不是太背啊，只要不是太背啊，你看这个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整体的输出呢也够用，因为有大印嘛。虽然说呢这个，你是腰带伤害少点，但是呢你时间长是吧，时间长的话呢输出依然能打回来。这里呢终于是5控，5个boss全部控住啊，然后呢死了3，还有俩夏侯渊加这个吕布啊，咱们再来把夏侯渊打死之后呢切回来，没打死那好吧，也切回来吧，因为地下的驾血得吃一吃。这里开个 AB 啊，开个 AB 呢把这俩怪给他打飞，几个驾血一吃啊，几个驾血一吃，然后咱们这里挑飞撞个驾血，哎，全吃上满血了。之后呢调个时间器，调时间器是为了一会儿打死吕布
把时间器一丢，然后用沙漠克打五虎将啊，这也是我常用的一个套路了，是吧？也是推荐各位呢通关这么打，因为这个地方沙漠克打五虎将呢确实是特别好用。这里打了一个关羽的 AAA 连段嘛，伤害拔高，时间器一丢啊，别管剩多少秒，你就丢一个啊，这样的话呢，你的沙漠克就不用为了时间担心了。最后切沙漠克啊，然后呢开始笑，这位置第一下面笑出来，那跑一个位，跑位，不跑位呢你永远都笑不出来啊，因为呢这个笑的施法时间有点略长。你在那笑呢，这帮小兵是不会给你机会的。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笑在没有腰带的情况之下，这个大狗熊是吧，需要三次才能笑死。那么咱们这里继续啊，这个笑，这个地儿呢就比较安逸了，用了这个沙漠克以后啊，就可以很好搞定了。这地方你如果用吕布或者司马或者说是武神这三大令牌来打呢，效果肯定都比沙漠克。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大球板，我是准备就算了，因为呢这个你过去想捡的话呢，你这个沙漠克会浪费一定的输出，然后呢捡完以后呢，说实话提升也不大，因为我身上本身就有大酒，如果说我身上没大酒，这个大酒我肯定就去捡一下，但是有大酒的情况之下呢，我扔了一个沙漠克呢，实际就等于赚了两个能量，两个能量比起剩下那些沙漠克的令牌时间呢，我感觉还是啊令牌沙漠克令牌时间更加有用一点。这位置呢诸葛亮一开场呢直接这个快速的跑位把我干掉了啊，然后我这位置呢是沙漠克又笑了一下，赌了一个运气，就是说沙漠克笑能不能追地，结果呢还真追到了。这位置呢诸葛亮又开始打我，那这沙漠克就换回来了，地有个人参，然后呢跟诸葛亮单挑，这样的话呢换回来还是合适的。跟诸葛亮单挑呢尽量用飞碟啊，别用这个毒气和毒镖，因为你在打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毒气毒镖一旦出手，诸葛亮基本都会用一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般都会毒倒地，但是呢你如果用飞碟啊，他就没有这个情况的出现。最后这里呢再用一个时间器啊，因为这个时间器有的是啊，该撇撇啊，往前走您大马，然后呢大马再用一个沙漠克啊，这个沙漠克的话呢其实大马不用司马懿用也不错，但是的话呢这个司马懿可能会有别的一个办法吧。咱们来看这里呢把两个大马搞一搞，这两个大马其实你单人打起来的话呢也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漠克的话呢打起来更加容易更加安逸，因为呢你如果单打呢这个关羽大马可能只能用AAAAAAA 互接这样的一个连段啊，那样的话呢没有这个舒服得劲儿。那你看这个多简单是吧，一个下山一就笑死了，一次五千啊，虽然说呢两个人血量不低，但是呢咱们一个令的时间也够长，搞定搞定之后呢，咱们来看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选择武神或者选择一个吕布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用张角金的话呢可能会六个张角金用完都不够啊，我这里呢就选择了个吕布，用吕布垫一下，一下呢一万二，因为这个吕布的话呢它是属于冰系的伤害，它正好能克这个沙漠克跟这个黄盖，哎你看是吧，这个玩意儿打起这就舒服多了，要不然一个张角金你说算吧，两万四的怪你一个张角金打个六七千，你说得几个张角金能把这两个怪闯电死啊，不是全冰死啊，你用这个吕布你看这多好，是不是搞定了，然后这个吕布呢剩余时间呢还能干个司马懿，哎你看是吧，发挥他的余热啊，好吧这个余热发挥走了，再惦记司马懿，那惦司马懿的话呢一下还有九千的伤害，对不对，牛不打你滚啊，这小胖子，这小胖子耽误了吕布一个垫，哎呦差点还被蛇咬死，这我骂他没啥毛病啊，这里再来再垫一下还行没耽误，那这样的话呢还有六万滴血啊，咱们来看六万滴血怎么着啊，六万滴血的话呢跟我说张角金，你看一个张角金的伤害看见了吧，七千多，哎你看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前面沙漠克加黄盖呢没有选择张角金它是有原因的，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个动书两个张角金再把这个罐子血量的拉低一点之后呢给这个大龟直接打天上去，别让它变回来，打天上之后呢咱们对着大龟呢似乎可以啊，好吧我这里没有连段就是必杀堆了，这个必杀伤害有点低，然后对着大龟打连段啊，司马懿变回来了，然后这个打司马懿的连段，这个司马懿的身形比较诡异啊，不过呢我这里呢利用关羽这个招次这个持续时间比较久的特性给了司马懿一顿破招，也不知道连了几招，于是啊反正就摇就行了，这套连招的伤害十足，这也是我当时没想到的，之后扔个隐身衣啊，再来一顿这个闭眼睛杵，也就把这个司马懿杵死了，这样的话呢我正好司马懿死了再捡个隐身衣啊也就够了，六个隐身衣满，然后沙漠克用完再捡一个雷神锤，正好有格子是吧，你看我这套方案合情合理啊，之后呢咱们吃点加血来迎战这个曹操，把曹操打死之后呢过关正好是一个武艺啊，最后一关呢来到武艺呢也可以说是不早也不晚，之后呢一定不要忘记啊各位，因为你打曹操呢是用不上背面道具的，所以背面道具呢调到司马懿，这也是呢我在无数的教学视频里教过各位的，下一关开场直接换司马懿咔咔就摇玩活对吧，那么咱们来打这个曹操吧啊，来打曹操，
那最后呢，我这里呢也没打算用 A 面道具啊，我就是勾引他出招，什么时候呢他出两个大轮，我再打他，啊，我再打他就完事了。咱有衣服，他打咱也不掉血。这里八二 A 可以直接起的原因呢是八二 A 破防，啊，八二 A 也是一个破防的。然后关羽打曹操呢是有点伤害加成的，一套两个滴血啊，五六套就打死了。最后这里是直接啊，因为这个身上这个衣服实在是太顶了，防御力极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也就无所谓了，啊，直接呢就起一起，因为这个曹操过关以后呢还有好多的加血。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啊硬刚也无所谓，你看是吧，打一下不疼不痒，利用起身的无敌八二 A 直接起啊，因为这招破防啊你怎么都能打得曹操，这样呢来到了60级的话呢加点真实伤害，我们看58，刚才一套是2万，看看60级这以后啊一套连招能打多少血，5836181222，多了2000滴血。这个真实伤害为什么我说可有可无呢，就在这儿是吧。然后这里呢我用一套非常伤害低的连招 82A， 这样做的好处呢加气。其实我早就可以一直用这套连招加气，只不过呢我觉得能量已经够了，我就不再对不对啊，不再费那个劲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曹操呢也是打得非常的圆满啊，没用任何道具，然后把气也加了个7788。那么呢咱们画面一转，直接来到下一关。下一关，这里水分吃干净啊！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分的人，看过我直播的人都知道，应该都知道。到这为止呢，直接看上司马懿的微笑，没什么好说的了啊。那这时候肯定有人问我说，我没看过你直播呀，我不知道你乐不乐吃水分啊。那这个问题得怎么办呢？是吧？哎，这个问题呢就好办了。这个问题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相信有就常看视频的人已经懂了，是吧？这个问题你得去哪儿呢？对不对？你得去那个西瓜视频或者抖音的啊，我是在这两个地方直播。然后的话呢，你在这两个地方呢，你得怎么着呢？你得这个百度搜索一下这两个平台的官网，或者说呢，你用这个手机下载一个这两个平台的 APP 啊，然后呢，你搜索发视频的这个 ID， 或者房间号146啊，然后呢，我们在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的一定帮主啊，开启一个直播，你就能找到我了。最后这个位置一个司马懿也用完了，咱的广告也打完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呢这个蛇来了，你也看不上这个，因为它一下就给它咬死了。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司马懿没有腰带的一个劣势，是吧？正常来讲呢这一个司马懿呢打到水娃结束但是不成问题，但是呢这里因为咱们没有腰带，所以说呢这个伤害不足，水娃还没死。这里呢我丢了个竹子，直接来了一个一打二啊，然后再竹子啊，然后再来打一个这个超必杀，打一个超必杀以后呢，最后要出怪了，我再打一个超必杀，这样呢，保证自己的一个那啥，保证自己的一个不挨打，因为最后这点血如果不死的话呢，一会儿打完锁辞是可以满血的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里归一归啊，再用竹子。竹子这个道具呢，也就在这儿啊能用一用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最后两个 BOSS 呢，你有一个，甚至说呢，你为了防个失误，有两个，最多有两个就够了。那你剩下的你何必不用呢？是不是？之后呢，到里边吃一个鸡腿啊，然后呢，咱们出来先当小黄猪，因为呢这局的小黄猪捡的足够多，所以说呢，咱们就丢一丢，啊丢一丢。你看一本呢，这个伤害也是不太足。之后呢，这里是准备等会儿再丢一个，因为我觉得虽然没有腰带，但是剩三个的话呢，打这个五虎将呢可能是够了啊，我也不确定啊，因为这个腰带上面说明是加50%的伤害，是吧？那我两个小黄书加两个小黄书50%，就是加一本小黄书的伤害，那我两个就够了的情况之下，没有腰带我再扔一个，我三个应该就可以了，是吧？这是理论上的计算啊，实际够不够我也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再起一本小黄书啊，这样的话两本小黄书就搞定这个锁辞了。因为关羽打锁辞的能力呢基本没有啊，然后呢司马令我还不想用，因为这个司马令呢我想留到最后打武神的用啊，因为这个关羽单挑武神的能力呢实在是弱。首先呢他的连段呢都是在空中完成，然后呢武神是有几率在空中防反，不是在空中挨打反击，如果的话呢你正在空中连段，武神在空中挨打反击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挨打，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取，所以说呢我可能会用司马懿来打武神。这个司马懿打武神的伤害呢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呢我之前打的那个孙权进气，那么呢武神打司马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地儿呢我是就开必杀了，因为这个地儿的话呢这个关羽的必杀有复控效果啊，然后呢再利用跑位躲一躲，因为这帮怪伤害打我不疼，你看是吧，打我一下我也死不了，我进去之后吃点加血就那么地儿了。那么呢咱们来到这里啊，这里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坑点。首先呢我扔了个隐形衣，挑了一个张角机，然后呢隐形衣开始输出。这里为什么说是个坑点呢？因为这个地儿没有腰带，张角机和必杀全部
哎，这样的话就难受了。之后的话呢，这里用令牌也不稳，这里无论是用武神令还是用吕布令都不稳，因为很有可能你在一个必杀结束之后呢，对面的那个吕布啊就会呢直接用一个必杀教你做人，一下就秒。这地儿呢，我是来了一个动珠啊，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说实话动珠不是那么太重要啊，不是那么太重要，所以说呢，我动珠打个战友机。之后最后一个战友机呢直接放啊、司马懿刚好打死，这就是我放动珠的好处。司马懿死亡之后呢，剩这俩，我呢就是利用必杀洗手，看看能不能打点连段。这里必杀洗手，夏侯渊似乎卡住了，我这里是 AA 打一个节奏，然后呢吕布来了赶紧放弃，他又来必杀了。这位置我目测是打不着啊，你看是吧，目测的还是很准，目测打不着，我就没有这个做必杀上的一个释放啊。这里呢又一个必杀起，因为夏侯渊已经卡住了，来到卡点，我这里 A3 下起连招，飞龙在天，我跟他拼了，再开个必杀死了。这样呢通过各种的道具必杀又把这个夏侯渊打死了，那是一个吕布，三下也找节奏一个扣，好吧，节奏找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眼神有点瞎，没给吕布站一行。这里呢最后一个飞碟带走这个吕布，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我打曹操什么的小道具都没丢的一个原因啊，在这个位置呢这个小道具派上了用场，是吧。然后来吧，这里的话呢打之前扔一个那啥，扔一个这个时间器，保证时间器足够啊。然后咱们来看这个三本小黄书啊，经过咱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一个计算啊，看看伤害够不够啊。首先第一本扔出去78000的血，打了多少，49000，打了30000滴血，那很明显是够了，是吧，一本30000，39000啊。这样的话呢证明这个小黄书也没浪费，是不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呢，没有腰带，你的道具呢就要可丁可卯的用了，要不然的话呢肯定是不够的，是吧。他两本小黄书杀不死，三本可以。OK， 那伴随着最后这本小黄书啊，正好正好，这不需多说，诸葛能不能死，没死打个追地，再见。OK， 那现在呢就是正面调一，正面调这个时间器，正面调时间器，我当时小酒卖了，我怎么调时间器。这位置呢吕布打雪张辽啊，雪张辽你可以看到呢，平时吕布打张辽一下12000是吧，这里呢是一下8000，但是也够了啊，也够了。因为这个吕布打张辽呢是这个电它是躲不开的啊，基本躲不开吧，不能说完全躲不开，99%的概率都躲不开。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我是60级，本身好像说是满级元军令时间有加成，其次的话我有打印。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气槽呢才走了那么点儿，这个哎呦，你又不打你也懂啊，这个驯兽师驯兽师跑我一下，不知道够不够了。张辽这下面躲开，那够了，这下面躲开就够了，还有22000啊，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然后时间器不扔吗？我当时是不是给小九卖了，我也记不住了，当时这个节目是阿财老板点播的啊，好像我给小九卖了，好像是啊，有好像有哪个老板买小酒，实在是记不住了，要不然我不可能在这不扔时间器，是吧。那么好吧，这里呢还卖了个小酒，那大家来看啊，这里就是我说的竹子两个就足以了，一个丢不着，两个还能丢不着吗，这是啊。这里看着为止一丢啊，然后呢我是直接武神令牌上来，武神等他开必杀我再开必杀，这样的话呢武神令牌啊这个没有这个腰带以后的伤害呢，那真是大打折扣。然后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武神的一个效果啊，你看这个位置一下是这是17000啊，是10000几啊，我们来看再看一下啊，252打的234，18000，正常来讲呢这一刀呢能砍26000左右吧，这里才砍了一个18000啊，那这样一刀差6000，对不对，我得输出9刀，9刀差50000多滴血啊，这是天差地别，是不是。那这里呢砍倒以后呢，咱们再找下一个球啊，这个大球看看一会儿下来之后走躲位AB 躲一下大酒爆，然后调一个武神再砍，你可以看到这套活还是不错的，是吧。 AB 躲同时看到了葫芦精，然后扔一个大女，这样呢就把女人一省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一般还会扔一身一，然后呢利用六女人之间从容的调大酒加这个武神令牌。那这个位置呢咱们继续走，再砍再砍，还有2个气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如果是有腰带，平时早就给这个葫芦精砍隐身了，但是呢现在为止呢好像这一刀下一刀出完都不会隐身，哎你看是吧，这就是没有那啥的一个中介之处，但是还好他没隐身啊。咱们来看，那下一步呢就是隐身一打，哎隐身一他护腿之前直接扔掉，调一个飞碟准备追地啊，飞龙一试，然后8A 两试，飞龙三试，8A 四试，摸一个战 A飞碟追啊，还能打一套，最后呢再来飞龙82A， 飞龙82A， 摸一个 A 扔个飞碟啊，然后起个隐身一没找着，好吧。这里的话呢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飞碟以后隐身一再连断，但是没找着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剩下的话呢，就是怎么办呢？咱们来看吧。啊，剩下的话呢，就是特意留了两个司马，你也注意到了，对吧？这位置呢，可以考虑张角金击杀，或者可以考虑张令箭击杀啊，也可以考虑平活击杀。我这里呢，先用平活打一打，打点试点。哎，你看是吧？然后扔一武器，打个 2A，打个飞龙啊，打点试点，然后跑路，跑不下来了。这位置自己给自己卡住了，那么死一命死一命吧，还有两个滴血，再冷冻我说，再冷冻我说。然后这个地儿呢是，哎，别下去，下去我打不着。哎，这个怪真坑啊，这个下来这个位置不太好打。哎，你看，慢慢 A，慢慢 A，这样呢，因为地段也打不着啊，然后呢，利用这个必杀，给他往天上打，之后呢，利用必杀的这个护贴效果，再往天上打，死没死？死了。OK，那这样呢，来到了单挑五帧环节啊，因为我现在这个还在动物状态，我扔一个毒气筒，然后毒气筒打一个连段，好吧，失误了啊，这里又失误了，快跑！启动司马懿啊，你看是吧？这位置如果不用司马懿，你想这五帧这些怎么办？感觉没什么好办法，因为你打他本身就不疼，对吧？但是呢，你看上这个司马懿1次4千，哎，你看是吧？1次4千10次4万，啊，他这些血的话呢，20多次就完事了，我两个司马懿的20多次怎么都打完了，对不对？然后呢，我留的这个绝杀道具一个。动物书啊，加上6个张令箭，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小方案给你安排的啊，特别圆满。然后呢，自从那个近期节目以后呢，这个司马懿打五人这个时间啊，我也是掌握的不错了。这下你看是吧？然后等一会儿再笑，看慢点，晃两圈，等一会儿再笑，保证每次都是那个火打着五，因为这个火它防不住啊，是吧？这样的话呢，你看一个司马令10万起啊，直接呢给他干到了5万滴血，这下肯定打到5万，因为还有一项，你看是吧？一个司马令打了5万滴血，这就很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牛逼。之后呢，准备绝杀，扔个1000一，你看打出，你看这里是吧？不掉血，这个伤害一套连招加一起，整上了小1万啊，都不如司马笑2下，对不对？这里4万滴血就已经轻炮已经到一个可以斩杀的线了啊！我这位置呢打了3万7，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腰带对张良剑加不加，我扔个1000一，给了动物说，然后张良剑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300啊？扔了个竹子，接了个张良剑。张灵剑一下，张灵剑是固定伤害，好吧？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节目呢也是搞定了，是吧？整体的流程呢是不是不太轻松啊？因为这个没有腰带，打起来还是比较慢啊。但是的话呢，你方案规划的合理，道具留的合理，执行的合理，这个最后没有腰带呢，打起来感觉，也还是凑合，是吧？那么好吧，这里呢也是各位的感谢各位的一个20多分钟的一个收看，也是当时感谢阿三老板的一个点播以及各位老板的追加。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喜欢我的视频呢，点一下关注吧。那么呢，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